今天教大家做另外一款圣诞雪花，取一根一米的线，用反云雀结在木棍上挂线。用同样的方法再挂11根，这样12根全部挂好，任意取4根线做方形结。一个方形结，继续做两个方形结。把剩下的5组方形结做好，这一圈6组方形结做好了。取这2组方形结中间4根线，继续做方形结，这边距离大概有 1.5 厘米。按照同样的做法把这一圈做好，继续取方形结左边2根线，接着做左右绕结，左右各绕4下即可。左右绕结做好，继续取线做左右绕结，同样把这一圈做好。取2组左右绕结做方形结连接。继续做方形结，这边距离留2厘米。往上推就会形成这样的线圈。再做方形结，距离留1厘米。用同样的方法把这一圈连接好，做好后取出剪刀把线剪断，留2根最长的线当挂线，将尾巴打结固定，这样圣诞雪花就做好了。你学会了吗？